有哎、欸，自然聊天就好，不要做作。呢我都想要拍 vlog， 就想说哦，我要拍 vlog， 我觉得要拍 vlog 很时髦，我想记录我的生活。可是我没有想过 vlog 是这样开始的。我的笔电呢就在我自己的不慎操作下，本来就是在我的浴室大冲水了。这个故事我们就跳过吧，真是个悲伤的故事。总而言之呢，我剪好的影片没了，然后我的心情也糟到不行，然后我用不到一年的电脑也坏了，这样。我现在等于就是没有事情做，然后也不能上片，然后心乱如麻，脸上也心乱如麻，荨麻疹，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，然后眼泪也是哭干了没有了，这样。对，我没有想过我的 vlog 是这样开始的。Anyway， 反正我已经打电话给我妈妈了，然后她刚好也没事吧，然后她说需要我去看一看什么，我就不知道她能帮我什么，可是那时候是真的蛮需要家人在身边的，所以我说好啊，你就来啊，然后到怎么办，反正说吧。因为我练习练好像两天才会来，所以我在家现在是闲着，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，那干脆不如安排我跟妈妈强行放暑假啦。为什么我们就安排些小度假行程，然后我们要去住酒店呢？因为我妈来帮我大扫除。我妈来帮我大扫除，所以呢，就是你知道我们不方便住在外面，住在外面的话，妈妈就没办法帮我打扫我的报价家。我报价家可以看这张图，反正就是那个就是很爆炸，所以我妈妈才要那个来拯救我一下，然后顺便安抚一些电脑坏掉的一些坏心情。你今天打扫你觉得占了几成？差不多五成。反正呢，现在呢，我就先安排我跟我妈妈，我们等下就是先去按摩的部分，我们要去那个 W Hotel 按摩，那酒店按摩。没有哎、欸，自然聊天就好，不要做作。因为我自己没有在那个 W Hotel 按摩过，我只有之前就是男友，就是我们就是去其他国家度假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去按摩。那跟一般的那个按摩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应该就是图一个方便，因为就一般来说，你就是住在酒店嘛，然后就是放轻松，然后刚好下楼，你又不想出去。我们家也是走一个就是去度假，不用人家的设施的路线，就关在房间里面吃饼干、看电视啊。镜头给大家看，有很多的外面，好多人。对呀、啊，外面好热哎、欸。然后现在很安全嘛，然后大家已经开始在享受那个周末啊、假日啊。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妆容什么不一样？你去做了什么？我漂眉啦。对，哎呦，不好意思说啊。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只是我觉得你不觉得它有点那个太那个吗？愤怒鸟好像不是很平哎、欸。要先看起来有点就这样。因为我平常讲话的时候我也抬眉，哎、你放松的时候跟我现在这样子有没有又不一样？有点差。所以你应该叫他帮你调平一点。我们到了，就在这边。你就我要排毒是补充能量还是舒压？全部都要。不要这么贪心，麻烦你不要这么贪心。闲着是闲着，这是我们的 welcome drink， 然后它是柠檬汁加坚果木花，它是果汁，真的喝起来酸酸甜甜的。太太很忙哎、欸，我们要去按摩啦、走吧，初体验哦。对对，嗨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开始，开始，好综艺。这边，对，待会的话，我们就要开始按摩啦。我们看一看外面的风景。大家很适合下午的时候就来按摩，因为在下午的时候呢，其实是那种周末时间，然后觉得哇，蓝天白云的，我觉得特别疗愈。但好像窗帘是可以全部拉开，但是就有点太赤裸，所以我们降下一层薄薄的幕，然后呢，可以就是微微的看到外面的天光啊，又有一点点隐私这样。雪，请问我的肌肉很僵硬吗？真的吗？跟说肌肉是僵硬。哦，真的。好的好的，还有什么吗？不好，
对，尤其是最近我真的常常觉得睡得不太舒服这样。那有那个按得到内脏很脏之类的吗？哦，请问 Candy， 我妈妈身体还好吗？哦，肩颈比较僵，就这样吗？哦，身体很好哎，妈妈真是恭喜你。钱，妈妈刚刚都捡到钱，拾金不昧的好太太，快交给工作人员。谢谢。你按完觉得怎么样？好舒服，都快睡着了，好想睡一觉哦。我觉得他那个梳子那个梳那边，我觉得蛮不习惯，就是蛮刺。对呀、啊，我是觉得。啊，天啊，皮肤好像会裂开，可是其他地方我觉得蛮舒服。可是我也可以知道他说就是可以刮，然后就是有点微微去角质的感觉，因为它力道其实也蛮轻的。但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其他的行程，我们连姜茶都没喝。然后就是按摩完，大家都是你知道要吃一点那种点心啊、三明治啊，喝姜茶这样。可是又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的下一个行程就是喝一些你知道下午茶。我们要去香格里拉酒店，然后那里呢，就是它现在就是有联名的下午茶，那边的角度很漂亮，它可以就是从窗外直接看到印尼，然后跟里面那个托盘里面的下午茶，嗯，然后直接这样搭起来就是很适合拍照。欣赏自己美貌。今天是我们那个贵妇行程的第二天，然后今天我带妈妈来吃紫燕餐厅。看一下，谢谢。好想配饭。对呀、啊。觉得吃饭感觉很快就会饱。对呀、啊。蛮嚼不烂的哦，对，很扎实啊，原来都很扎实。但外面那层对焦焦甜甜的很好吃，很好吃，我就喜欢吃这种甜甜的，而且没有肥肉，自己可能还可以接受的。老兵可能会喜欢，而且很耐煲。我在一起的时光，哦，现在就好，现在就好。那我作何感想？
活在当下，反正如果你跟谁在一起就好，你跟对方就没办法，我就是口型小孩啊，因为阿伯喜欢吗？很好吃，真的。但云南这种饼皮一打包就超难吃，对对，嗯，那我们就辛苦一点去把它吃掉吧。那个今天战斗力不足。你吃左边，哎、欸，超好笑。那叉烧是，那为什么从左边数来的比较扎实一点？有点那个扎实到很像眷村的眷村感，就很扎实，给老兵吃。可另外一边就真的是，就那种很好吃那种，你知道酒店的那种港点那种叉烧，就是很密汁，然后肉又很软嫩那种。就我妈从这边开始吃，我觉得哎、欸、好吃，我妈就是咬不完。你在已经在帮自己的那个贵妇行程做结尾，我们还有两个行程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弄头发。弄头发还好。我跟我妈妈呢，你是要去弄，主要是弄白头发，然后还有那个头发长度就可能要修调整一下，跟啊头皮要烫卷，烫那个发根烫。我也是，因为我头顶也是很扁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要去那个，毕竟吃很饱就可以，你知道小睡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可以睡吗？可以吧。脸皮厚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也加上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睡好，还是没有补充营养的时候，发质就会特差。会有。对啊，就觉得很没有营养的头发。然后上再多油，感觉就是会马上蒸发。对，你的干湿头发好像感觉高。听到妈妈的名言了，你的干湿好不好看头发就知道。跟妈妈现在在扎口弄头发，找我最喜欢的发型师 Kimmy。因为呢，我妈上次她自己就在家里面想要自己染头发，结果不知道盖掉白发，那是失败。就想说，就是顺便带她来弄头发。很好看，妈妈，我在这里，我。哈哈哈！来板头，好漂亮的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漂亮吗？你觉得你的漂亮吗？漂亮。等一下拍摄完呢，我就要去拿我的电脑了。对，我新买的电脑。然后经过这两天跟妈妈的一些小度假、小奢华的一些放松之后呢，我真的有感觉到，真的有时候你做事情的时候，你急也急不来，然后你想要就是欲速则不达，然后就是有时候停下来，好像反而就是可以让你就是找到一个时间，然后缓一口气，然后放个松，然后呢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继续加油，然后。也因为跟妈妈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你知道小旅行，然后也真的发现就是哦，发现蛮多的不一样跟有趣的尝试吧。然后期待下一次跟妈妈再一起去旅行，然后也是第一次拍 vlog， 然后紧张到
没有什么话要说了，就是人很漂亮的。好吧，先这样子了啦，拜拜。